我们先来抽卡，可以抽三次，因为我还有这个可以抽一次。对，我希望可以拿到三煞尔或者是那个爱德华。我目前希望这两只，因为这两只可以用大剑。那如果抽不到，我那把剑就是都丢着，三煞尔跟爱德华。好，我们今天有献祭阿伟，我们的欧运应该会好一点。来，我有三次机会。有没有金？给我一个金光眼睛。没有。对，没有。嘴的。我这只已经垃圾。对啦，一抽一抽一点啦，所以我还要再24抽才会保底。好，阿伟祭天法力无边第二次，给我一个金光闪闪的眼睛，金光闪闪的眼睛，拜托。有了，有了，我看到那个眼睛了。我没有保底啊，阿伟有祭品就是有差。我们看一下是谁，我希望是爱德华或三煞尔。啊，这只不是，这只是四星，保底财金。我也是，我刚刚是66嘛，然后67的时候出的，那76的时候出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是出谁。来了来了，是角色。光的，干！他是钝器，这只是补血吗？我问一下，这只是补血。属性对了，好不好？属性对了，然后武器错了。属性对了，我是三煞尔，我是要这一只。啊，他也是土的，也不是。没事，我们还有一抽，我们还有一抽。阿伟祭天，法力无边。再来一个金光，好不好？拜托，金光。我们今天阿伟有死，一定是金的。好，紫色可以跳过。又是他，这个土攻我已经抽好几只了。好，献祭阿伟。刚刚阿伟有没有死掉？我忘记了。哎，我们刚刚阿伟有死掉吗？献祭阿伟，法力升天，20抽。我要金色的眼睛，哎，金色的，哎，真的，哎，金色的，一抽入魂，但是我忘记把那个画面放大。是谁？是谁？角色，黑太阳来了。啊，不是哎、欸，这不是矮的那只小公主吗？这只可以吗？这只可以吗？又是补丝。好吧，没关系啦，我已经知道 0.2 大于 0.8 了，这个我可以接受。重点是这一只可以吗？比
的天职是捕食，对，我现在有两只捕食在练了，然后还有一只卢西安嘛，三只捕食，再来一只，再来一只，双蛋黄，双蛋黄，双蛋黄，啊，没有。他是毒药大师欸，九岁小女孩，他是萝莉欸。好，第二次，第二次，来，今天阿伟应该是有死掉哦，比较哦，献祭阿伟，法力升天，二十抽。Open the door 再来一个金，再来一个金，再来一个金，闪一下、啊、没有了，没有了，那给我一把大锤也可以，再给我一个大锤也可以，是角色欸，这个我已经抽四只了，欸，两个魔法师，三个，这是不是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欧啊？三个是不是不错？三个是不是不错？重点是他有纳宴欸，重点是他有纳宴。他们说那个。那个这个卡池不要花钻石，所以我就抽十次就好了，剩下我再慢慢存。来第三次，献祭阿伟，法力升天，这快要变我们这里的口号了。第三次，给我一个金，拜托，给我一个金。没有，没有中，看看能不能出，再出一只纳燕。娜娜晚上好，没有什么是加加加不能解决的，水的，光的，我已经准备把这只拿掉了，他还来，如果有就是再三个加，我知道，再来一只，再来一只，再来一只。再来一只，再来一只，再来一只，怎么都没有。好了，这个就正常啊，这就是保底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正常。我们再来拼一下爱德华，我想要的是爱德华，二十抽，献祭阿伟，我今天死很多次，应该可以了。来，第一抽，你是缺哪个抽哪个，没事，反正我什么都缺。我想要爱德华，给我一个金。我上次抽到那个捕食，对，不是辅助，没有。哎哎哎，毒的哎、欸，毒的可以。再来一只，再来一只，没有。好来，第二抽。怪可冰霜你打不赢，你都开 auto 又不躲招啊，被王一直一直
打不死才怪。好，没有啊，我的 auto 只是让他帮我放技能，我知道是手动。来第二次，我的爱德华，爱德华又来了。好，我会去练，因为他好像已经四命了，又没中啊。武器，锤子。短弓我现在用不到。垃圾。好啊，二十抽啊。那你又是短弓。欸，我的那个进度只有九十抽而已。新之深渊可以去换东西，不是吗？可以换那金色的装备啊。那个商店交换可以去那个，不是吗？好了，抽一下，看能不能出爱德华。我的第四只脚是还没定要练什么。好了，今天献祭阿伟啊。不是献祭你自己啊。献祭我没用啊。你刚已经献祭了，我意思是说献祭我自己没有用。没中。还没呢。等下要看才会有。没有啊，没中啊。已经没中了。又是他，哎，海儿出现了。哦，角色没有用啊！啊，第二抽。又是紫色。哦、oh ，你怎么知道是紫色？啊，他不是已经跟你说是紫色了？哦，是武器耶。烂死了。我们先抽这个大便池，它这个大便池啊，它300抽保底自选一只，只有一次而已，大熊怎么办？抽照抽，好不好？我还有差180，这个我就慢慢抽，抽到我就可以换爱德华。然后再来就是，我等一下会抽这个20次，他们说70抽之后几率就会大幅提升，所以我等一下会一抽一抽抽。总共可以抽20几抽的样子，就是抽到出五星这个词我就放掉了。哇，我们先抽这个，那我自己要刷一波果子狸，我也要刷一波果子狸。果子狸到底有没有用？我们看下去。我们的猫猫说我今天抽卡大熊。没出，今天真的大凶，没出。这是祭品，我等一下要出黑太阳，这是祭品。给我一只纳燕也可以，好不好？水的，水的，暗的。这只也很强啦，但是我没有练。哎、欸，两只哎。
两只哎。果子狸，结果有两只哎，果子狸还是有用的。好，我们这个是一抽一抽抽，好不好？来看看我有没有机会抽到爱德华，或者是黑太阳。大胸是假的，没有出金啊，还是真的啊？只是大胸再稍微好一点点。蓝色，我第一次看到蓝色眼睛、欸、他说的是胸罩，不是胸罩。这怎么办法连续抽啊？好，来第二次。第三次，看单抽好麻烦哦。哎，紫色，紫色，第三次就出紫色。可不可以给我一只纳燕？我差一只满命。水的，火的。这是第几次？第五次。我已经忘记第几次了。哦，第四次，这个才是第五次。对，单抽真麻烦。有没有可能今天是垃圾工商？垃圾都收去工商了啊，怎么可能会是垃圾工商？是不是？我们把垃圾都收走。蓝色，第七次，第八次，这个单抽好麻烦，第九次。第十次，我们看一下动画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输了，输了。我就跟你说，垃圾都收去工商了，七十超出，好不好？是谁？是谁？爱德华，爱德华，黑魔，黑太阳出来了啦，好不好 ？PU 角 ，Season， 你的黑太阳来了，我要截图给他。怎么抽港点点？出了啦，黑太阳，对，黑太阳，赞！我就跟你说，垃圾都被小厨收走了，好不好？双北有需要收垃圾的，不想丢垃圾的，可以联络一下小组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帮你服务。好啦，我可以决定练这一支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回来抽这个，因为我要把它这个胸不大，没办法，黑太阳不大，这只才大。好，我想要这一支啦。我继续抽这个，把他那个300抽慢慢存出来。好，来哦，这个是这一次的第60次，我要刷一波果子狸，我的果子狸嘞，
来一波果子狸，果子狸献祭有用啊！来，果子狸祭天，小河欧洲无边。啊，没出，没出啊，没出。给我一只纳燕啊，好不好？给我一只纳燕。是真的要删游戏了，他要退订了。他会跟我说太欧洲要退订。蓝色，蓝色，给我蓝色。啊，我不要光的啦。啊，不对，这是土的。再来一只，再来一只，再来一只，再来一只。海底捞月献祭果子狸出啊，没出，好了，好，再等我慢慢存。今天还不错，出了一只黑太阳，但是我要有空才可以把它练起来。